好啦，大家好啊！今次就介绍下信号山公园嘅，咁有咩睇呢？就依度先啦。咁就啊，被铁丝网围住嘅，咁就全部都系啊，以前攞嚟摆炮台嘅地方嚟噶啦吓。咁啊，大家睇一睇啊，系咁多，咁样就剩翻个地基啊吓。其实。咁就以前呢度就全部望海㗎啦吓，对住香港岛嗰边。咁就有啲咁嘅界石，咁就话係以前吓军部咁样啦。睇睇先。咁就呢度啦。咁就山脚都有块嘅。咁呢个塔就已经系法定古迹嚟噶啦，吓、啊。咁又转头去睇一睇先。咁就睇介绍。啊！乜都唔好講啦，睇介紹。佢有法定古蹟大巴米信號塔啊，又算近啲俾大家睇下嚇。咁、啊、就信號塔啊，三層咁樣啦嚇。2015年就成為咗法定古蹟嘅，咁又，誒俾大家睇一睇個開放嘅時間係幾多啦嚇。咁、啊、就兩個時段啦。咁就9-11，4-6嘅，咁就每次有20-15分鐘咁样啦。咁就入去睇一睇，有咩咁特别啦？离个快行先啦，依度咁样，啲窗啊都好靓嘅。第一層啦，望到落去以前嘅建築嚟嘅，咁就據說啊，依度附近有條防空洞喺下邊嘅，咁就暫時可能被埋住咗啦，未見到入口喺邊度嘅。啊，繼續上啦嚇。咁係咁多先。